让用户所在地的派出所帮着摸排一下，我们的工作不能停。好，那就先按你的布置，动起来。 如果按照你的分析，是外地团伙所为，那现在是这帮家伙是不是溜掉了？他们已经处理了被绑架的人，现在也没有包袱，应该说可以走了。而且，由于我们没有证据，很难支撑得住。通缉令的画像不会难到有经验的高手。 那画像让刘和的家属认过，都说像。以我的经验，当事者在案发时处于高度紧张，会有误差。我在想，他们作案的目的只是为了钱吗？你是说，他们不是冲钱来的？那些钱。 数目也不少，值得干一回。可这么精心设计，不仅仅……我也是猜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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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还放心吧，我一定传达，好不好？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！哎，谁电话？又是市里老潘的电话，他什么意思？ 他和吕友善的意见很一致，不过呀，他又提出来，罪犯既然是穿着警装，又有现场的目击证人，为什么不组织辨认？我都跟他说了好几次了，他还是认为内部有人有作案的嫌疑。他这样要求也不过分，组织一下辨认，全市的警察。 先从刑警队开始。你说呢，胡军？哎，戴静，来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，胡军？戴静，案发现场没女的，这件事儿你来组织最合适了。下午，让队里所有人。 参加一次辨认，把刘和的妻子和女儿接过来辨认。今年青台的交通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 极大地拉动了我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，开创了我市交通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。首先，大力发展集装箱业务，开辟了青台至韩国平泽这一国际集装箱轮航线。其次，中海集团决定将普陀岛号客轮正式投入青台至大连的航线运营。据悉呢，该轮是环渤海湾最大的船舶之一，具有载客量大、抗风等级强等优势。 另外呢，普陀岛号客轮的正式投入使用，也将使该港口的客流吞吐量迅速增长。再抓拍几个群众吧。 丁部长，我找你算账啊！来，老魏。哎，那事儿就这样，是吧？哎，好，知道了。哎，我这边靠。你帮我忙。来，你赶快架着啊，行了。把那个，搬过来。乐乐会不会说这个啊？嗯，来，乐乐说一遍。 小白兔，白又白，小白兔，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，真乖啊！没事，乐乐，那个，看电视啊，看完以后多梳梳。
我凉了都。来来，给，好，来，不够啊。小薇，小薇，别发言了，哎，别嚷了，对严组长，对了，来，来，马超，来，快，怎么了？这么深沉啊？智商，我发现我智商有问题。哎，猜不透了。来，大家静一静啊，准备一下，马上开始了啊。来，爸爸，你给我拍好看一下，连镜头。来，配合一下，来，咱们也排个队，来，来，你那后边来，哎，别瞎聊了啊。你说谁？他们俩我认识。我没注意。乐乐，你看清楚了吗？是他们，我认识。相信我吧，我说的全是真的。他们俩我真的认识。白亚林，焦点有点虚，再来一遍。不会啊，我看焦点不虚啊。让你再来一遍就再来一遍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20秒以后开始。摇的速度比刚才慢一些。来，待一个。乐乐妈妈，你可看准了。妈妈，相信我，我说的是真的，相信我吧。乐乐，别哭了。好像我记不太清楚了，是吧？怎么可能呢？一定认错了吧？乐乐乖，乐乐跟妈妈在这屋坐一会儿，阿姨去就来啊。
你们俩啊，先留下。刘贺的女儿认出了你们俩，开什么玩笑啊？怎么可能是我们俩呀？我是大英，我们这儿有点情况，请你到刑警队来一趟。对，六善，你马上赶回来。枪是局里单配的，别跟队里的混了。马团儿，被孩子指认的人就是重大犯罪嫌疑人，你还把我们俩铐起来，你这个刑警怎么干的？孩子肯定是，可是我。
别都愁眉苦脸的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哎，姑娘，那要是别人问起，就该怎么说呢？顾军，这个事儿肯定会传出去。如果潘主任问起来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公事公办，审讯一次赵大英和老威。哎，其实就是找到他们不在现场的证明不就结了吗？为了多一点人证，你们大家都去啊，都参加。哎，都不许笑场啊，尤其是你。哦，还有，去把老局长也请过来。好，老局长。来来来，老局长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老局长，来坐坐，来好好坐坐坐，来都坐坐。自己搞出了这么一件荒唐事。还不是潘主任紧盯着不放，一会儿让老魏和大英找不在场的证明就好了。刘友善，叫他们过来吧。好。
你们俩真是的，干什么就不能找一个啊有人能够证明你们不在现场的地方去喝酒去？这下倒好，我们得花多长时间才能够把你们摘清楚啊？可现在的案情，我们有这个时间吗？我能证明。416那天晚上，我在老魏家。啊！你胡说！他在撒谎。小德，这可是在办案子，你怎么可以？刁民肯定吃错药，他那天就没上我那去呀。老魏，你别激动，在座的都是你的战友，他们不会怪你。再说，这种事情大家都能理解，不要因为自己的面子耽误了工作。老魏。这，哎呀，什么也别说了啊！情况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马上把铐子给他们摘了。哎，德清，哎，坐，坐下，坐下。胡局，说句不该说的。好像对外我们还得做些工作吧。是啊，所有的人证物证都出自刑警队，要让别人相信，还得多做刘琦和女儿的工作呀。对，老局长提得好。喂，编剧同志，你还在记什么？下面的话不要再记了啊。
你要是真的没事的话，我给你派个任务，省得让人觉得这都是我们刑警队自己的人在做证明，你是外人，更有说服力。你来负责乐乐，查清楚他为什么要指认老魏和大英，对孩子要和蔼点啊。哎，你们俩把枪领回来，自己擦。啊，下面我们拢一拢案件的情况啊。你凑过来干什么？不是给你派了任务了吗？还不快去！我要给罗坚一个交代。你给自己和罗坚的父亲一个交代。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线索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的一句话就停了你们的工作。当然，事情早晚会弄清楚。可是时间不等人呢。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，可是，我别无选择啊。我。我是担心你。我知道。不愿意承担任何后果。只要你们能早点把案子破了，怎么处理我都认。只是让人误解，也连累着你跟着背黑锅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找胡局说清楚。既然这么定了，我背点黑锅那算什么呀？只要能揪出幕后这个凶手，值。乐乐是个乖孩子哈，妈妈太累了，让妈妈睡一会儿啊。乐乐啊是个聪明的孩子，记性是全市第一，谁都比不上我们乐，对不对？
乐乐啊，说话就让叔叔们抓，抓到了坏人，啊。那乐乐还记得什么？告诉阿姨好不好？他们两个在公司和爸爸吵得可凶了。乐乐说那两个坏家伙是在公司跟爸爸吵架，让乐乐看见了是吗？是在公司，不是在家里。是在爸爸的上班公司里，不是在家里。4月20日，星期五。那天赵大英和另外一个人去找你们刘总吵架。当时乐乐也在走廊里玩，是吧？当时刘总跟他们吵架，吵得挺凶的，乐乐躲在门后哭得挺伤心。如果我写的跟你说的没什么出入，在下面签个字。你是说乐乐把这两件事记混了？这就合乎逻辑了。哎，去找齐思雨，叫他赶快重新再写一份情况调查报告，明天一块送过来啊。嗯，去吧。走吧。哎，小胡，你先在门外等我一下，我找胡局说点事儿。嗯。我违反了纪律，应该受处分。另外，也让老魏跟着背黑锅，我也对不住他。那天，你的眼泪把我都给蒙住了，现在后悔了？我不后悔。现在问题搞清楚了，赵队和老魏都没事儿了。
表姐，自从罗坚同志牺牲以后，我知道你的精神压力一直很大，我也能够理解你这么做的原因，是我平时对你关心不够。我觉得我亏对罗坚同志，罗坚同志是一个好同志，不光是你怀念他，我们都是。不过你放心，他的血不会白流。我是希望你能够什么都不想，放下包袱，好好工作。如果罗坚有在天之灵的话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比任何人都希望你生活幸福。这件事情就此打住，不准外传，明白吗？